好，我是李真娘。我连听十四年留言二十三天去了 Puerto Rico。我是跟我四个朋友去的 Puerto Rico。我们坐飞机坐了三个小时，才到 Puerto Rico 的机场。我们叫出租车，去我的旅馆。我在旅馆的路上，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同的东西。Puerto Rico 有很多草原，也有很多房子。他们的房子小，但是他们有很多色彩。我在纽约，我从来没看过，广告爱的房子。纽约的房子是美国式的，它有很多公寓，但是我看来都一样，所以我比方说Puerto Rico 的房子比纽约的房子漂亮。我的旅馆在海滩，我觉得 Puerto Rico 的海滩很漂亮，也很干净，水也很干净。我们可以看到我的脚和手都可以看到，水绿色和蓝色。我们也看到很多瀑布，也看到很多洞穴。纽约，我觉得我在纽约，我从来没看到很多美的海滩，也从来没看到很多美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 Puerto Rico 很漂亮。Puerto Rico 的人对外国，我觉得在 Puerto Rico 的外国人笑逗拼的待遇，他们乐于助人，告诉我们那些地方，我们应该也会那么什么食物好吃。我觉得 Puerto Rico 人和纽约人不一样。Puerto Rico 人美国人对外国人不好，他们对外国人不客气。我觉得 Puerto Rico 的交通，我觉得 Puerto Rico 和纽约的交通不一样。纽约经常有很多交通，尤其在高峰时间。Puerto Rico 有很多交通工具，他们有公共汽车、摩托车、计程车、汽车和出租车。因为 Puerto Rico 上乡下，所以他们有交通运输是非常重要。Puerto Rico 给我的印象是有限，人们没有工资做什么事，也比纽约人放松。我想回去再去看更多的地方。